猛一看很像老鼠啊。这是清迈的小吴哥窟。把钱立起来。谢谢。来家人，来告家人。泰国人很喜欢拜那个西瓜枝之类的。旁边有一个兔子的雕刻。你那个妈妈有特别交代哦，你那个小朋友的应该没有拍吧？啊？系啊，可能迄较阴啦。哦，我百无禁忌也无差啦。那就好。因为我早刚回去，想说，我们两个走路线。好多蚊子啊。
中间这个水池就是增压的地方。